可以来帮我们颁奖。我这样子很累。好，为什么我要请你们先给他一个掌声？因为他刚私底下跟志刚说，在这里受访比在投手球向投球还紧张，所以是先给他鼓励一下。好，不要紧张。好，那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球队是算遇到了突发状况，所以每个上场的投手都平均的分担了局数。那面对这个状况，你还可以临危不乱的手下，针对这个情况，你自己有特别做什么样的调整吗？上去就是用最少的用球数，然后抓取对方的失球数，然后尽可能的把局数拉长一下。是，那呢，今天表现也非常好，没有被打出任何一支安打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馒头转强中继表现也很好，对我们同一队的牛棚战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那呢，你也达成了中继局数400局这个非常难得的记录哦。那在强中继的角色上面，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得？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出赛的疲劳度都会影响到本天，所以我就是上去的时候，如果有教练给我这个东西，就是把局数拉长，把局数吃下来。是，那呢，馒头也都做得很好，让我们呢手下了不少场的胜利哦。好，那当然，上一次你拿 MVP 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，距今已经8年了。那我刚才有提到中继投手这个角色，其实真的很少被注意到，而且很难拿到 MVP。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透过镜头，感谢谁，或者是感谢现场的球迷？那今天这个胜投就是，大家一起帮忙的，手背也帮忙，然后这个胜利就是送给大家。好，这个胜利我们一起共享。好，那也恭喜馒头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了，你要跳舞了是不是？他准备要下去，没有，我们先抽奖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抽出3位幸运的球迷朋友，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MVP史丹签名球。好，来恭喜第一位5707-6386HL， 第二位7464-1000HM。最后一位12310071HM， 恭喜以上3位幸运球迷朋友。那么记得比赛结束30分钟之内来帮我们领取哦。好，那既然你刚才很认命，感觉已经准备要就跳舞位置了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欢迎馒头带来 MVP 舞蹈。Your hands up. If you came to party,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.